嗨，大家，明天没有课啊？OK，明天放假啊，然后有可能呢，星期五的课啦哈，我会换成英文和那个数学，我会再给你知道，我会写在那个 Google Classroom 里面，大家 OK，因为有我看2到3次了啦，假期刚好都在同一天拜二。所以我打算把那个英文拉出来，你们给我一个 reaction 一下啊，在不在啊？大家听到我刚才讲什么吗？有吗？OK，还有，佳琪和恩童，哎呦，恩童，你听到我刚才讲什么吗？OK，我讲哦，明天是假期啦，OK，可是因为假期同样坐落在拜二有几次了，所以我打算把拜二的课哪一个选一个出来啦，我就选英文，放在星期五代替掉 Sejara。可是我一直达不到哦，OK，哎，还有人再进来的，OK，等一下啊，等一下啊。一下下。OK，不是，OK，好，大家听到哦，陈恩听到了哦，connect 到声音了吗？听到了吗？陈恩在吗？有啊，陈恩，OK，好啊，所以我讲哦，明天呢是假期，所以明天没有上，可是呢，这个星期二就是
有几个公共假期啦，都坐落在星期二好几次哦，所以我打算把星期二的课哦拿一堂出来放在拜五，然后取代掉那个 Sejarah 哦，所以我就打算把这一个英文取代掉 Sejarah， 然后数学招生，也就是讲啦，这个拜五啦，我们上数学，上完数学，哎 ，sorry， 我们上英文，上完英文就上数学这样了。啊，等下我会再重复一次，然后我也是会把它type在那一个那个 Google Classroom 那边跟你们讲一声 ，OK， 就是提醒大家一下，有问题跟我讲啊，有什么不明白跟我讲啊 ，OK， 等下我是要再讲一次，因为还有那个谁啊Andy 啊，等下 Andy 他Science 的 class 才进来的 ，OK， 所以上一堂课呢，这一个啊我们没有继续讲到了哈，因为有那个 Zoom 有点问题啊上次。Okay, 然后我给了你一些答案、哦、在这边，我在这边，在这个我给了你那个圈圈题的答案呐、所以这个你可以参考一下啦 ，OK， 读一读啊，这样知道一下为什么。OK， 我继续写呢、啊，这一个关于这一个联邦啊，也不是指不是就是他们的合作关系，国际的合作关系，大家大概看回去一下 ，ASEAN 东盟记得吗？东南亚联盟啊，回忆一下，回忆一下，不然的话，你要要背还是什么很复杂的啊？你有写华语在课本最好，考试的话直接翻就好了，反正不用背了，对不对？东盟啊，就是我们这里十个东南亚国家 ，OK， 所以他们是合作哪一方面？每一个合作关系你都要知道他合作哪一个方面呢？这个有很多方面的，教育也是啊，我讲考一个试哦。他给六年级还有 Form 3的啦考试，如果你考到的很好的话，你就去新加坡拿那个 full 的奖学金读书哦，就可以过去。我们呢、啊、全部都是 然后有合作旅游方面啊，研究与发展啊都有。OK， 这个 IMSGT 你记得吗？它的英文上次我们找哦，它叫 Growth Triangle， Pertumbuhan Segitiga 嘛 ，Growth Triangle。有两个 growth triangle 啊，你看它的名 IMS 新加坡啦，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 ，IMT 就是印尼、马来西亚跟 Thailand 泰国咯，跟新加坡合作什么东西啊？哈，我们可以看，哎，投资方面，哦，这一个商业啊、工业啊、农业跟渔业也是有啊。因为他们不够啊，新加坡，你可以这样想。其实哦，这个怎样讲呢？哎，都有哦，都有啊啊，旅游业啊，旅游业啊，这样。这个泰国更加多是农业比较多，不单量，主要就是农业了。哦 ，Industry Asastani 也是农产品的东西啊，还有一些旅游啊等等的服务方面，这样咯。OK， 然后我们看远一点的了。哇，这么哈利巴沙还在的，哈利巴沙进来哦。再远一点的了，欧盟 European Union 啊，格萨端 Europa 就是欧洲的国家，有几个啊？这个有没有改啊？你的课本有没有改？27个啊，这个你要改啊，在你的课本改啊，因为这个哦是这一个课本出了过后才换的，所以现在确实是27了 ，OK。而且是几号了啊？那天我们有写到哦，好像是去年啊，去年他才改了27号，27个国家了，因为 UK 跑出来了，看到吗？啊，再来，他们合作什么呢？做生意啊，商业啊，都是自由的啦，啊，单巴哈 quantity import and export， 进出口是没有限制的，随便你要进出口多少，哈 ，OK， 现在我们继续 APEC，Asia Pacific Economic。Corporation APEC 啊 ，OK， 这个 APEC 是很重大的，在马来西亚来讲呢，哈，非常重大一个什么来的？Pertumbuhan Ekonomi Negara-Negara Asia Pacific 啊 ，OK， 所以 APEC 呢 ，Kerjasama Ekonomi Serantau， 它是一整个区域的一个经济合作关系来的哈，1989年成立的，它是一个经济合作关系。所以它的成员国包括中国、美国、Vietnam。日本、俄罗斯，你看到吗？很多这些等等等等的、啊、哈，这些地方都是你在地图上看到的
比较右边的地方来的，知道吗？哦，你看啊 ，Asia Pacific， 我们看一下 Asia Pacific 啊，在哪里啊？看地图，这个就是 Asia Pacific， 看到吗？我不懂啊，华语叫什么啊？等下我找一找啊 ，OK？ 因为好像我们平时讲 Southeast Asia、Asia Tenggara， 那个是东南亚 ，Asia Pacific 就是这一带更大一点的地方，更大。你看到吗？整个地图的大概如果地图分成左边、中间跟右边啦 ，Asia Pacific 就是它的右边了，看到吗？包括下面啊 ，Australia 那些啊，包括了的、啊、，OK？整个啊，整个这边啊，这个青色的，可以看到这个啊，所以这个就是 Asia Pacific。我看一下它的中文叫什么啊？可能你会懂那个中文。呀，猜不出来。亚太，它叫亚太地区，哦，它是一，所以它是整个这个亚太啊，亚洲地区和太平洋，它亚太就是因为 Pacific 是太平洋 ，OK， 所以 Asia Pacific 是亚洲太平洋的地区咯，啊，知道吗？亚太啊，你可以看一看啊 ，OK，OK，、OK? OK, 所以这个是1989年成立啊，这样多个国家，你看到是哪里啊？那些国家啊，再下来。Menggalakkan perdagangan bebas， 它是推动自由的这一个商业关系的，可以自由的做生意这样啦。啊 ，dan pelaburan 还有投资，所以在这一区呢，他们会鼓励互相投资这样咯。哦，在成员国里面哦，所以好像呢，我们的国家很多啊，很多中国的投资，中国到处都有投资啦，其实是不是啊？投资钱这样咯，就那个地方就可以发展咯。那是 APEC 啊 ，OK， 再来呀、啊。WTO 啊，它的英文叫 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Pertubuhan Perdagangan Dunia， 世界，看到吗？它已经讲了 World， Perdagangan 就是商业，对不对？啊，我们是不是叫什么、啊、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我看一下、啊，我们可以看它的中文。其实每一个组织呢、机构呢，它都有它的中文的。如果我们要知道的话。它叫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啊，说这个本达刚刚的商业或者是贸易就是买卖啦，一样的，怎么没有了这个贸易？嗯，哦，因为我写到某贸易，嗯，这 emoji 出来的，打叉先，嗯，有 emoji 的哦。贸易啊，本大刚刚啊，所以这个是世界贸易组织啊，世界啊，贸易组织，好吗 ？WTO， 所以这个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kerjasama sedunia，他会问你哪一个是sedunia，哪一个是sedunia的啊，知道吗？我看一下这里有没有啊，这里还有什么东西啊？这个是。Segi tiga， 这个是 kerjasama ekonomi serantau， 这个第一个啊，这个也是 serantau 啊，这个是 segi tiga， 这个是三角关系，这个也是 IMT IMS 全部是三角关系哦，这个就是Europa 的欧洲其实它算是 serantau 吧，他们那一区啊，这个是 serantau 啊 ，OK， 再来这个 Sedunia 164个国家，听啊。等下你做练习会比较容易的，如果你有听，然后写啊 ，OK。Mengendalikan sistem perdagangan global 啊，它会处理呢这个世界啊的这一个贸易的系统 ，system 是系统，对不对？啊 ，global 就是全球了，全球的这个系统。Berfungsi sebagai forum 啊，它是一个啊论坛，它好像一个论坛这样啊啊，拿来谈判。谈判一些合约，我讲讲是合约对不对？哪一个字不会就写啊？贸易的合约，或者是呢，什么国家跟什么国家之间有冲突，他们就帮忙解决
这一场这一些纠纷冲突啊纠纷 pertikaian 啊是纠纷，知道吗？啊，有任何贸易的纠纷呢，他只要卖给我，还又没有卖给我，还是怎样啊？啊，所以成员国之间有什么贸易的纠纷，再来也帮助去support 啊，盟友共去支持、去推动了哈，帮助了应该讲，这个盟友共是帮助来的，帮助那些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和不乱世需求。有什么需求呢？帮助他们发展了、啊，这样咯，适当们帮问真。在发展哦，对吗？就是发展中国家啦 ，negara 适当门帮问就是发展中国家啊。所以啊，它的最主要的三个东西啊，第一个 sebagai forum untuk rundingan perjanjian perdagangan， 第二个 menyelesaikan pertikaian perdagangan antara anggota lah， 第三个 menyokong keperluan negara-negara sedang membangun。它的三个重点啊，哎，那个意思要这样重掉进去。第三个，看到啊，你可以这样写，你就容易看了。考试的时候 ，OK， 所以这个呢，其实哈，我们在。去年呢、啊，也是一直听到这个 APEC 这个东西啦，因为呢，马来西亚呢，所以他们呢，每一年啊，我不懂是不是每一年，应该是每一年啊，他们都会有一场活动，好像会议这样哦，叫 Persidangan Kemuncak， 叫 Persidangan Kemuncak， 每一年啊 ，OK， Persidangan， 哎。等下，不是这个，首脑会议啊，不是 ，Persidangan 就是就是我们会每年呢会要有一个地方去主办这一个会议，这一场的会议哦，这样，然后呢我们去年呢就是有这一个来参加了国际的什么什么会啊，哇，叫什么了？如果我用 submit 它不会出来的这个东西 submit 中文下不是首脑啊，不是首脑 I think 它也是叫首脑会议啊，是啊是啊，对 submit meeting 首脑会议 OK， 如果你不懂什么是首脑会议不要紧，你至少知道什么是会议，对不对？所以首脑会议就是会议来的哦。所以马来西亚曾经成为这个端 room 啊，就是主持人啊啊，就是去 host 那一场会议咯哈、啊、，OK， 所以马来西亚曾经主持过了这一个首脑第十场的 APEC 的首脑会议，在1998年，然后去年也是一样啊，去年第32次的这个首脑会议呢，我们也是主持这样咯啊，在这个是2020年来在奇力过后 ，OK， 所以这个 APEC 呢，可能还是属于流行的题目来的哈、啊，现在在你的考试里面，因为刚刚才过不久。OK，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经济上的合作 ，kerjasama ekonomi antara Malaysia 啊，跟其他的国家关于这一个天然资源，我们怎样合作啊？这个 sumber 什么来着？是天然资源，对不对？怎样合作啊？你看啊，说我们有出口了 ，export， 你知道哈、哦？啊，我们出口给谁？出口什么东西 ？Malaysia 是 peng export utama sumber 什么来着？啊，对于几个？国家 ，OK， 我们是主要的一些出口国家 ，OK， 比如说呢 ，export petroleum mentah Malaysia， 我们出石油，马来西亚出口这一个石油啊 ，OK， 给谁？我们出口27%给 Australia， 这个不是例子来的，这个是你要知道的。我们你看啊。其实很多有好几个国家都很多石油的啦，对不对？所以每个国家跟不一样的国家买的啊，这样谁跟我们买啊？ Australia 最多，再来印度跟我们买，橙色是印度是吗？ OK， 泰国也是一样多，泰国跟印度啊，我们
提供一样多的这个石油去泰国还有印度出口给我们国家啦。当然也有我们的邻国新加坡，这样靠近啊，不给我们买跟谁买？是不是？哦，印尼也是啊，还有 line 其他的等等的一些小小的啦啊，可能他们只是几%加起来咯，16.3%了，哎，13.6%了 ，OK。所以你看啊，这些是比较靠近我们的啊，所以当然是跟我们买了，对吗？再远一点呢，我们知道好像沙地阿拉伯啊，沙地阿拉伯是啊，沙地阿拉伯，哎，他们也是很多石油，对不对？不可能他们这边的人跟那边买的这样远，对不对？也是有啊，有一些啊，因为有不一样的数值的那些石油也是 OK， 也是有啊哈。所以嗯，应该都不会吧，因为不懂有没有这个需求嘞哈，所以。他有需要用到的石油当然是给我们买了，因为我们靠近嘛。 OK， 再来啊，所以刚才那个是什么2016年的，看到吗？看题目就懂了，这个是加油吧啦，我们还有出口木伐木业那个木哈，出口给谁呢？最多给印度，印度是我们最大，所以有一天印度讲我不要跟你买木了，哇，我们的木没有地方去了，因为我们出口给印度最多，这个是2016年啦，每一年都会有一点点改变，我觉得现在2021可能已经有一点有比较多的改变了，我不知道，因为五年算是 很多一下了，五年应该会有不一样的改变、哦、所以我们卖给印度很多木哈，再来也有卖给印尼哦，是很奇怪，印尼也是有木哦，所以可能是那个木的质量是不一样的啦啊啊、我们有卖给印尼，有卖给越南、日本、中国啊等等的这样。OK， Malaysia adalah salah satu pengeluar kayu tropika 热带木的其中一个、有名的出产热带木的地方。马来西亚 tropika 是热带啊，不会的话你要写啊。所以出产热带木、的其中一个出名的地方是马来西亚。所以我们的这一个哈苏kayu 这个木的这一个。资源呢是出口去超过162个国家的啊，你这样看好像哎几个卡勒罢了，其他的都在这个 2.0 里面，我们 出口给162个国家，看到吗？ But India 是主要的市场，巴沙拉拿市场啊，乌达玛是主要的咯，主要市场是印度，就是出口最多那60%多都是在去印度的，好吗 ？OK 啊，进口怎么样啊？进口 ，OK。等下，在我继续讲之前呢、啊，大家有什么想法吗？来 ，type 一下、啊，在 chat box 停一下下啊，不然一直讲，我知道你要睡觉了。等下哈、啊，尤其是这个吃饱饭的时间，你们是几点吃饭的啊？哈利巴夏，啊，几点吃饭的？午餐是几点吃的？哎，还在吗？后面玩 game 的啊，进来了，回来了 ，OK， 不要再玩 game 了，还是谁在 king 宅的，还是在看 video 的？玛丽回来进来了啊，讲一下，还是我从头到尾都是自己在跟自己讲话，没有人在的，还是我声音没有开之类的 ？Hello everybody， 哎，真的嘞，所以我从头到尾是自己跟自己讲话哦，两点吃饭，我说。吃饱了，大家其他人呢？在不在？全部人给我一点回应，不然的话我很难继续讲下去啊。因为今天我没有，看到成人在画东西、大家 ，everybody， 其他人在干嘛？你按 reaction 有时我没有看到的啊。啊，恩童，还是你在吃饭？恩童，喝茶之类的，像你们有喝茶的吗？两点吃东西的话，两点半上课要睡觉哦。这样的话，吼，是不是 ？Harry 耶 ，Harry Brasha 呢？你在的吗？有。OK。Harry， 怎么你有时来有时不来的？我都不懂要怎样。没有，我的爸爸 accident 了。啊，这样他怎样了？他在讲个 break 了。啊？我的爸爸 accident。啊，然后他怎样哦？那 OK 啦 ，better。哦、他去 physiotherapy 了、他去 physiotherapy 了、这样严重啊、OK 好、我听到有点累哦，是哦，今天好像有点有点不怎样了、大家
等下是谁的状态不对，然后喝下茶先来，everybody 吃喝个茶先来，有没有喝茶的习惯啊？还是喝 Milo 之类的？还是喝茶是这种老人家习惯？要喝一个咖啡这样，很痛。有啊，现在有没有喝茶的？哇，喝个下午是喝什么哎？我好像我是一定要咖啡的，没有咖啡我觉得好像不对劲这样啊。如果喝了 Milo 好像吃饱了又想睡觉这样哦。如果是 Milo 啊，还是其他的？是啊，OK 啊，OK 啊，来大家，很快的啊，时间现在到几点啊？OK，咖啡喝多会怎样啊？哦，咖啡喝多心跳比较快咯。可是啊，其实这个有好跟不好的说法的啦，OK，但是大致上都是好的。咖啡，是暂时来讲啊，没有很明显的这一个研究哦，找到讲它有什么不好，真的是没有啊。如果你看到有哦，其实它不是很好的研究，因为研究好不好，你要去看真正啊，他们会去看这个研究是怎样做出来的啊，它是用几个人啊，有几个就是实验者啊去做的啊，他用了几百个还是几千个还是几万个人去做啊等等的啦。所以你看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真正很强大的实验去证明咖啡是不好的哦。不过，什么不好嘞？他没有讲到这一个，为什么咖啡还是很多不好嘞？因为哦，如果啦，我们喝的是有糖有奶的咖啡不好，这个是肯定的咯。有糖有奶的咖啡，因为你喝就是你在喝糖啊，你在喝奶嘛，因为糖就有很多的不好。有的人已经就有很多研究已经找到了啦，糖其实是不好的，就是有的人是甚至戒到完啊，所有的糖分。啊，我不能啊，我没有办法，我喜欢糖的啦。所以，如果是有糖有奶，就不可以太多咯。如果是没糖没奶哦，其实是还好的。一天呢，喝到可能有的人他喝到4、5杯啦，可是其实已经喝不下了的，你不会再喝了的，其实。然后刚才那谁讲啊，Zeus Coffee，对对，我是蛮爱 Zeus 的啦，因为我觉得它便宜，然后又有品质，我觉得 Zeus 还好喝过 Starbucks。其实 Starbucks 真的是，我觉得还好罢了啦。这个是纯属个人立场啊，我怕等下我泼上去风会怎样？我喝的是有糖有奶，对咯，caramel macchiato 我也是爱，我也是很爱。Starbucks 有一些我是爱的啦，我只是少去喝吧，因为比较贵嘛。Zeus 就又不会太贵，然后又有素质，还不错，它的咖啡。没有啦，通常在家喝三合一啦，不健康，我们是不健康的，是咯。OK，so 啊。咖啡其实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一个数据，虽然它不在这个geography 课本里面啊，你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数据，到底啊，马来西亚的咖啡是哪里来的？这个我不懂哈、啊。OK，我知道，如果我们讲到咖啡啊，就会想到哦，巴西啊这种地方咯。可是我们的可能最大的进口也可能是 Starbucks 啊，哦，它的应该是巴西的吧，还是有不一样国家？还有其他的咖啡店，他们咖啡哪里来的？这些也是属于进口啊，也是 import 来的啊。这可以找一下，其实因为很久很久以前拿、啊、在 Sejarah 让我们读到啊，我们也是有出产 Kopi 的，只是那个 Kopi 树生病，你们记得吗？然后吼、哦，巴西出产太多，价钱跌了，我们才换个大，然后就变了出产很多个大，是不是啊？所、so, 以这里我们再看啊，刚才我们读到的出产啊，是我们这里就有的东西，就是石油哦，汽油啊，然后木哦，OK，叫我们进口什么啊？import，你看很特别的啊，我们有 import 的嘞，我们有进口这个 petroleum 的嘞，哈，我们有跟人，虽然我们有这一个 petroleum，但是我们还是有进口的嘞。进口来做不一样的东西啦，也有就是在拿来卖啊，等等，还是有的，哦，拿来提炼啊，这样咯。所以，我们不是只是在出口，不是讲我们自己有啊，然后我们不用跟人家买啊，不是，我们还有跟人家买啊，因为它还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用法啊，等等的啦，哦，他们就提炼啊，这样咯。所以你看，我们最多跟哪里拿？阿拉沙地，沙地阿拉伯啊，俄罗斯也是有哦，哦。Emirate Arab Bersatu 啊，这个也是在阿拉伯一带的啦。Qatar、Venezuela 大概知道一下，还有 Lion 哦，我没有个，你看啊，Jumla 这个也可以看，AS America Sharikat Dollar 啊，Jumla
就是 USD 来的，这个是马来文啊，所以美金，所有的这种哦进出口的数据他们用美金算的，知道吗？刚才没有看到哦，其实哦忘记看了，来来来我们看一下啊，啊我们出石油啊 5.65 billion， 九个零啊 billion， 看一下我们进几多，2.82 billion 呢，所以我们出大概五啦，我们进二点多，大概一半哦，很多一下哎，是吗？木类木我们出几多？341 juta， 这个就不算多。如果你比起石油，因为石油是比较好加，比较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一个出口的东西啦。哦，木哦，341 juta， juta 是叫是 million 嘛哈？萨布拉瑞布瑞布拉都是比布 juta， 对 million 来的六个零。OK， 六个零啊，哈，这个嘞，我们还有进口啊，碳，这个是煤炭呐、啊，阿朗巴杜 ，OK， 啊，说进口最多，哇哦，跟印度拿的60%啊，所以我们给他什么了啊？我们给他木，对不对？他给我们阿朗巴杜，这个不是烧出来的的木炭，不是啊，这是挖出来的，叫阿朗巴杜啊，烧出来叫阿朗加油啊，不一样啊 ，OK 啊，还有跟 Australia、跟 Russia、Africa、Selatan 啊、南非哦、瑞士等等的拿咯，157 juta 的这一个是，这些是我们进口的、啊、，OK， 所以大概知道一下进出口的一些东西了哈。他可能会问我们主要出口给谁，或者是主要从哪里进口，所以你要记最大那个就好了，刚才那四个。啊，等下呢，9.3你就可以做了啊 ，OK， 9.2我们已经给了啊，9.3你就可以做了。我看哦，这样，我先把那个答案填下一下，我们大概看过先啊 ，CBCBCD 啊 ，CBCBCD， 看看这个，我要填一下先，然后等下你可以做9.3 ，C 对不对啊 ？B，C，B。C D， 嗯，这是上一堂课的啦哈、哦。Crisis， 我们大概看一看。Yang mana kesan crisis sumber semula jadi 啊，天然资源的这一个危机，对于全世界的经济会有什么影响啊？是二跟三吗？我们看一下啊。Peningkatan kos sara hidup， 哦，对我们的这个生活费会提高。再来呢，资源的价钱会。提高也是咯，对吗哈 ？Crisis 什么？对于 economy， 知道怎样找吗？对于 economy， 这个在这边，我教你找啊。你看啊，我不是在教啊，教你怎样背啊，我教你找不了啊。因为考试的话，你知道在哪里找 economy 这边看到吗？啊，收入不稳定啊，那 cost sara hidup 看到吗？peningkatan cost sara hidup 有咯 ，OK， kenaikan harga sumber 咯。价钱会起啊，资源的价钱越来越贵啊，对了咯。如果你看一跟四好像也是危机耶，但是他问的是对于经济有什么影响？二跟三啊 ，OK。第六题啊 ，crisis sumber semula jadi， 对于 masyarakat 社会会找嘛 ？masya， 所以有 economy， 有 politik， 有 masyarakat。peningkatan kadar kemiskinan 贫穷率提高，哦，大家越来越穷。Peningkatan kadar kebuluran， 大家越来越饿，没有东西吃。Wujud berbagai masalah sosial， 社会问题，有人偷啊抢东西这样。那kebuluran 对了啦，没有东西吃，这个是知道吗？第七啊，kesan daripada perebutan kawasan， 有人抢地盘。你记得我讲吗？我朋友要去爬山，不可以去的，因为那里有三个国家在打仗，要抢那一区。哦，因为跟资源有关，好像是哦，不是，他们在那边建火车轨道还是什么啦？啊 ，OK， 说格山是什么啊？这个是抢巴鲁布旦啊，巴鲁布旦抢地方是国家政治 ，politik 来的。那这一边哪里有啊？巴鲁布旦 kawasan yang mempunyai sumber semula jadi， 哈、哦、，sehingga membawa kepada konflik wilayah， 会导致区域导致冲突啊，打仗啊，你知道吗？那 konflik wilayah。说、so, 不一样的区在那边有冲突产生的冲突 ，OK。第八题 ，faktor yang menyebabkan peningkatan kos sara hidup， 为什么啊？生活费会提高？大家注意啊，全部人注意啊。
全部人我们要放了的，听一下。怎么生活费会提高？生活费就是讲哦，好像现在啊，你们每一个月需要用到的钱是什么啊？比如说喝 Zeus Coffee， OK？ 我不要讲读书那些，因为读书那些可能你想象不到，好像不用钱这样读书，对吗？你都没有交学费的哦啊，补习费啊， OK， 我们讲补习费啦。现在你的补习费啊，大概只有前两三百块，可能哦以后啊，起哇五百块，可是对到时来讲啊，五百块不是五百块就没有很多咯，到时啦啊，可能很多年后啦哦，哇五百块就只可以补习哦啊，还有坐 bus， 你们现在用的钱就是这样吧，对不对？那个，可是哦，这个代表就是很多年后啊，不一样价钱了嘛，或者是现在啦，你的零用钱啊，这个对你来讲可能比较有关系到。OK， 你可以想象到，现在你的零用钱可能哦，一天五块钱，所以五天那、啊、一个礼拜你就拿二十五块了，比如 ，OK， 可是以后到你给你的孩子的时候，你给他二十五块，他讲妈咪，爸爸，哈利巴沙，爸爸，不如不要给我更好，你不要给我更好。二十五块你自己收住啊，不用啊，我什么都吃不到，二十五块，就是讲那个价值啊，钱的价值还是二十五，可是我买不到东西了嘞，这个钱的价值下降了咯，因为 cost salary hidro 提升了，因为我们的这个生活费提高了，你要买东西啊，五块钱吃不到饭了嘞，要二十块才吃到饭嘞，可能生活费提高，这是因为钱的价值越来越小了啊，这个就是尼莱马道王门努润。OK， 第九题啊，kesan krisis sumber semula jadi 对于 alam sekitar， 对于 alam sekitar 这个啊，危机对于环境有什么影响啊？看到吗？啊 ，OK， result sumber semula jadi 越来越少了，就是我们的资源越来越少 ，result 就是那个存款这样啦，在那边的资源 sumber semula jadi 越来越少，看到吗？就在这边，我滑鼠在动了这边 ，OK。啊，因为 flora fauna 全部毁灭了吗？绝种了吗？对不对？数值又衰退减退了吗？然后生态不平衡呢、啊？啊 ，OK， 第十题，哪一个是 kesan krisis sumber semula jadi 对于 alam sekitar 刚才那四个咯 ，flora fauna 毁灭 ，OK， ketidak seimbangan alam sekitar 生态不平衡啦，三四对哦，冬季来的 ，OK 啊，所以等下九点三呢，十一刀。这个十五题你可以去找，我要你去找啊，等下回来我问你啊 ，OK， 哈利巴沙，等下你要回来啊。然后呢，这个也可以，哎，这个我们好像有叫你做了，如果你有 extra 时间就做了哈，没有的话你就做刚才那圈圈那几题啊，这一个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罢了 ，OK， 嗯，啊，我们等他时间跳吧，还有三分钟这样，还有三分钟这样，我再讲多一点点。看一下下面它是什么，那五题啊，啊，说过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重要性，这个经济合作啊的重要性，国际经济合作有什么重要性？就是讲合作有什么重要性啊？你看到吗？好像容易哦，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写的啊，你可以写作文用的啊，大家。合作有什么重要性啊？看第一个，可以得到外劳，不若阿信啊。OK， 外籍 的劳工，外劳的供应，所以你看有什么外劳来我们的国家，这个那天你有回答到了，对不对 啊如果讲，哎，外劳哪里来的，我们马来西亚的外劳哪里来的，你都知道了是吗？所以为什么那些外劳会来到我们这边呢？因为我们是有合作的，给他们赚钱的，你知道吗？好像我马来西亚跟印尼确实是有一个合作关系的 ，OK？ 印尼有讲的，如果你要我们的外劳去你的国家做工啊，可以最低薪金是多少？不可以太低的呢、啊，他们有一个合约了的，最低最低一定要给他们这个钱啊，然后啊等等，然后他们再讨论呢。好，这样的话，因为如果我们开放给太多外劳进来了，本地人没有工作的哦，所以他又讲啊，可以，不过我们不可以开放给太多，所以每年只有这样多人可以进来。要申请，要经过很多程序手续去申手续啦，哈，去申请。所以你看这个合作关系，让我们可以得到员工，知道吗？因为有些工作啊，本地人没有去做的。哦，马来西亚去新加坡做工也是一样吗？对吗？我们叫马劳，有听过吗 ？OK 啊，所以这是不入阿信啊，啊，方便进这个不入阿信，我们 Bermuda 就是
使它方便了哈，使容易了。今 tenaga buruh asing dari sesebuah negara ke negara lain， okay， 来承担这个 menampung 啊，是承担这一个劳力的需求。tenaga buruh 是劳力，就是劳工了哈，劳力啊。在各个领域 berbagai sektor， 什么领域啊？农业，很多人不要去做农业，因为很辛苦嘛，对不对？ Ladangan 原地做那个原业啊，原地啊，做工厂 pekilangan， 对吗？这些我们都知道哦。建筑 pembinaan， 哦 ，pembuatan 制造业。制造东西好像工厂这样咯，也是哈啊。Perkhidmatan 服务业也是有主次买卖的，是不是服务啊？是不是很多那些 cafe 啊，以前哦，他们用外劳的，对不对啊？也是属于 Perkhidmatan 啊。OK， 所以但是我们除了讲外劳啦，时间要跳了啊，跳了不要紧啊，3:20回来啊，大家3:20回来，我等下再继续啦，去做练习先啊，圈圈3:20见。